大家午安，我是温哥华美术馆首席策展人费丹娜。我们与各地在家中的你一起代表温哥华美术馆，诚然，我们在祖传即为割让须有 Musqueam、Squamish 和 Tsleil-Waututh 第一民族的传统领土上。温哥华是世界上亚洲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为了响应需求。同时考虑全球大流行而造成的身体距离规定，温哥华美术馆、亚洲艺术馆很荣幸地推出了我们的中文线上讲座系列艺术上联。这系列将会每2个月举行一次。同时，5月是亚裔传统文化月，今天的讲座。也为2020年亚裔文化节的线上活动之一。我们很高兴欢迎今天的主讲人 Steven Dragon，现为独立策展人。我现在把焦点转给我的同事 Lynn，温哥华美术馆亚洲艺术馆的助理。谢谢戴安娜的开场哦。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人，生于广州，荣穗杨于200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同年呢留学法国，毕业于法国东巴黎大学电影与多媒体艺术系，记录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曾任岭南画派纪念馆当代艺术项目策展人，广州市高雅文化传播公司艺术策划。天然杂志2015至2018年设计总监，广州儿童三年展总策划人，加拿大温哥华融空间艺术发展基金会艺术总监，那现为独立策展人，工作居住于广州、温哥华两地，担任沙甸咸水埗艺术机构创始人、现代艺术培训中心创立者及教学总监，广州美术学院外聘教师。那我们现在来邀请我们 Steven 来为我们讲课。嗨，Steven，欢迎您。嗨，大家好，谢谢戴安娜，谢谢 Lin 啊，也谢谢美术馆啊，邀请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讲座，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讲座啊。这个事情Lin 在找我已经有超过半年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去年10月的时候，一直就拖到了现在啊。当时找我说要讲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我是有点诚惶诚恐的，因为，说老实话，我并不是这个艺术史专业的这个学者，所以呢，我讲这个当代艺术史，可能呢，不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但是呢，我在国内美术馆工作的时候呢，就，曾经带领团队去做广东当代30年的一个资料材料的一个梳理跟整理，然后在这个整理之中呢。我们是对比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发展去做的，所以呢，对这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题目呢，我讲的话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呢，重新去把材料再去整理一遍去重新梳理，那我的这个题目叫做《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界的兴起》为什么我要用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跳出了中国，跳出了中国大陆这个地域，然后来到了温哥华。其实呢，是希望从我是更希望从一个国际的范围去重新审视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呢想反过来看这个事情，这个呢是。我之前做材料收集、资料整理的时候没有发现别人是这样做的。很多人还是从一个国内，他在国内看到这个事件的整个发生的过程去围绕这个去写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了。但对于我来说呢，我有以下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个发展，因为其实离我们并不是很远，这个事情从上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也就是40年的这个时间，我只是强调，我只是做一个我个人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梳理总结，还有我个人的一些观察，
啊，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实在是太近了，很难去做出一些历史从历史角度出发的一个判断。那我把中国当代艺术分成了三个阶段分别是79到92第一个阶段它的开始我们所说的八五新潮运动，然后呢是90到02年是第二个阶段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具体还是指中国大陆的这一批当代艺术家开始走向国际舞台，然后01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当下所发生的这样的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我们讲跟世界接轨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分段是有重合的比如说92年第一个结尾在92年第二段的开始在90年。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分呢？等一下我会说到，因为我个人觉得像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不可能说昨天是上一个阶段的事情，到了今天它就哗的一下翻页翻到下一页了，其实是不会的，肯定是有重叠的。所以呢我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呢也是融入了我自己跟很多学者不一样的观点在里面。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会讲到这方面。那在讲这三个阶段之前，我们要简单的了解一下在这之前到底中国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它是怎么样子的在整个20世纪，在整个20世纪来说呢我们可以说基本上看不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可以说几乎缺席了整个世界的现代主义运动跟后现代主义运动我们所知道这个世界的主要是指欧洲，然后后来延伸到美国，然后再延伸到其他地方的这个整个艺术的现代主义运动跟后现代主义运动，它的整个发生的过程的话呢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运动。但在这个情形基本上中国是处于一个缺席的这个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一个是地缘方面，另外一个还是意识形态跟世界的一个差别。那从上世纪的30年代到80年代我不停的在翻来翻去，也只能找到屈指可数的几个华人艺术家身影比如说第一个常玉。常玉虽然是最近这20年才重新被慢慢的挖掘起来，然后呢它的价格已经炒到上天价了，但实际上它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是一战跟二战之间这个时间的话，它是活跃于巴黎跟巴黎画派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它的画商它的经纪人就是莫迪尼阿里的经纪人，所以呢它在当时的巴黎的话也是很活跃的。然后另外一个同时期的我们看到的中国华人脸孔的艺术家就是林飞龙。林飞龙的话呢他跟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米罗都有这个很强的联系，很强的交往，在当时的话毕加索也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然后在这之后的话呢我们看到可能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赵无极。赵无极呢他读书的时候已经是在法国读书，然后后来回了中国，然后到了50年代的时候他又回到欧洲，回到法国去进行他的艺术的整个生涯。那他也是主要被西方认识，也是从50、60年代开始慢慢的起来的，因为他的画风走的是抽象主义，跟保罗克利啊、贾科梅蒂啊他们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台湾的艺术家后来也是去了欧洲的萧琴。萧琴呢活跃呢于上世纪的60到80年代，他与意大利画家卡尔戴拉拉发起的庞图艺术运动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先锋。那早期的话呢他是画抽象，然后后来呢是画的是硬边然后还有后面朱德群。朱德群呢是赵无极的同学我想很多朋友也认识朱德群但朱德群呢的成名呢稍微比
赵无极稍微晚一点，但是他后来也是获得了这个法兰西院士这个法国最高的荣誉啊，所以呢他在欧洲的画坛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啊。然后还有庄哲啊，庄哲呢也是先认识了赵无极跟朱德群之后呢，也是他就在七八十年代呢就开始成名。那关于当代艺术，我们只是找到可以说很少很少的两位艺术家，分别是来自台湾的谢德庆。谢德庆在七八年之后呢就去了美国去一直在做行为艺术当然他在做行为艺术的时候呢也是非常低调，虽然低调，但是呢他成为了华人里面非常有这个知名度的一个当代艺术家，也被称为华人行为艺术的第一人。然后最后一个我这里说到的最后一个是曾广志。曾广志认识的我不知道多不多，但是呢西方对他的认识是很深的，因为他跟凯斯卡林还有Andy Warhol 都是一伙的当时所以呢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曾经在纽约呢也是非常火的一个艺术家。他们为凯斯哈林呢在纽约呢是拍照的也帮很多艺术家当时的纽约艺术家拍照。我这里呢只是介绍这几个，可能还能够找到一两个艺术家我没有放进去的但可以说中国的艺术家在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到中期在世界艺术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很难看到他们的踪迹的有这一两个，实际上他们也是参加了西方的他们的艺术的运动里面作为他们的一份子，而没有说整体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国艺术去在西方世界里面做出他的一个声音直到了九十年代。那我们看看在九十年代之前，1979到1992年这个时间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这个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呢可以说是后来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称法它八五指的也就是八五前八五后这个阶段，这个呢是中国大陆中国当代艺术兴起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我要强调一点的时候，大部分在世界上还是看不到的，没人知道，直到后来到了2000年之后很多西方的学者去追溯的时候才会追溯到这一段的历史。但这一段历史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当代艺术发展起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在文革之后中国呢是重新开放在这个开放的时候呢艺术在这里面的话呢起的一个相当大的作用。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会简单的走一遍这个整个过程，就不具体说很具体的事情，其实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但是碍于今天这个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呢我能讲的东西不多所以呢我呢尽快的给大家过一遍。在七九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作为开端呢，我找来了星星画会这个事件作为一个开端。在1979年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个非官方的组织说白了也就是艺术家的地下组织这个自己自发组成的一个星星画会，在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门外旁边路边做了一个露天的这个画展。那这个画展在是九月，本来写的是9月27号到10月3号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图片这个画是直接挂在了中国美术馆的这个栏杆上面去展的。然后呢后面我们看到那个中式的这个楼就是中国美术馆。这个展览呢在当时可以说就是一个非法的展览没有经过官方同意的只是艺术家自发的把东西拿出去展。那组织者呢是我黄瑞然后这个展览没多久就被封闭了。
啊，被官方给封了，不让展。然后我们看到下面那张彩色的照片，就是上面贴的一个公告，就不让在那里展览。然后我们看到右边，艺术家被封了之后就非常不满，然后呢就自发这个组织到这个街上游行。然后下面右下的一张图是其中的一位艺术家马德生他就在那个广场那里的进行这个游行抗议的演讲。你看他的那个姿势，这个演讲的姿势还是延续着文革时期的这种动作，这种姿态非常，现在看来的话呢，我是觉得非常滑稽，但是当时的话他们是非常的认真的。那他们的诉求呢，可以说呢就得到了这个官方的支持。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新兴画会的美展的话呢，这个美展就真的进入了中国美术馆里面进行大家就可以看到了所有人都排队进这个中国美术馆。然后艺术家呢非常高兴，跟前一年完全不一样了都在这个纷纷的在这个美术馆前面合影终于可以这个杀进这个美术馆他们非常的兴奋历史呢就是这么可笑的重合这个也是杨小燕老师我在这个讲座之前拿这个 PPT 去给杨小燕老师去做这个 preproof， 然后这个 preproof 的时候他给我讲的这个我也是完全不知道的一个事件，就是推土机事件。原来在1962年一批苏联的先锋艺术家在这个莫斯科的展览馆外面的一个空地也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先锋艺术展，结果呢这个也是被前苏联的这个官方进行封杀。他们呢拿推土机去把艺术家的作品全部都给推倒了然后艺术家呢也是不断的抗议，结果在第二年的话呢就进了莫斯科的展览馆里面展出这个呢可以说呢在历史上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合历史竟然呢有这样的一种重合，真是然后我们看回新兴画派他们这个画家的作品是怎么样。当时参加新兴画会有十几个艺术家，我只是挑了四个我们比较知名度相对在现在比较高的这样艺术家，好像黄克平还有艾薇薇、朱金石还有组织者黄瑞我们一看就能看得到他们的这个当时画的风格一看就像这个20世纪初的野兽派风格所以呢我也不说他是野兽派，因为他们跟野兽派已经是完全没有关系了，只是他们已经是厌恶了以前的中国的那一套写实基础的手法，然后想寻求某种突破，然后在那个重新开放的年代看到了西方的艺术的风潮、艺术的流派的时候呢，他们呢就赶紧抓起一个东西就模仿或者是借鉴或者是怎么样子也好然后在后来我们还看到有抽象艺术陈真，中间的陈真后来非常大名气的这个艺术家大师级，中国大师级的艺术家黄瑞在1984年的时候的这个看起来像这个硬编的这样的抽象的作品，但我这里必须要强调就是黄瑞这个时间的著述我是有怀疑的，那其他人的话我都能够找到他的这个确切的这个时间，但黄瑞这个呢这个时间是表示怀疑的，因为后面我们所看到有很多艺术家都是因为后来成名了之后呢都会不停的翻出来说我是第一个画抽象的，我是第一个做什么的，我是第一个做什么的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去求证这个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在1985年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1985新潮运动的整个高峰开始了。为什么是1985年作为这个高峰的开始呢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想突破想更新的这一帮艺术家纷纷的在各大美院里面毕业出来，然后走向社会，然后呢希望用所谓的最强的声音、最极端的方式去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第二个理由呢就是
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劳森伯格的展览，这个劳森伯格的展览也是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冲击这个在这个历史上的话呢也是一个很重的一笔所以呢我是基于这两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包括美术杂志啊那些发表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呢我只是强调这两点。那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也看陆续看到了超现实主义，我们一看这个超现实主义，看中间的就知道这个就是达利的构图然后呢结合了所谓的这个中国跟西方这个混合式的题材然后右边的徐磊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克维尔的影子，克维尔的那个马冲向那个火车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艺术家克维尔的这个画的这个主题在里面然后呢还有很出名的耿建义、张培立他们在85组成的这个小社团叫磁社他们所画的就是这种表现主义的风格接下来还有王广义，在这个时间也是出来了，他跟苏群还有一帮人一起呢组成了北方艺术群体这个北方艺术群体其实最终还是王广义跟苏群两个人作为主要的一个最活跃的人吧，那最后出来的也是是黄广义吧，在这个国际上得到最高的这个知名度。那当时他们也是这种很表现主义的风格然后1986年的时候，1986年呢波普艺术风格也出来了，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普艺术就跟西方的波普艺术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在里面，因为他们的波普就使用了文革式的波普，像吴三专古文达还有他们用的都是汉字中国的符号那这个就让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有了所谓自己的面貌那也有了，因为他们所用的这种语言也使他们的作品有了体制批判的影子。我为什么说是体制批判的影子呢？这个 institutional criticism 就是因为在当时他们可能连体制批判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没搞清楚，但是他们的作品因为是有反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政治形式的这种意图，所以呢他就等于说自带了这样子体制批判的这种光芒，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后来在西方受到很广泛的关注是有这个很密切的关系的然后我们看到徐冰在1986年的时候也出来了徐冰用一个大轮子在这个纸卷上进行这个版画的这个无限循环的一个印刷，那这个呢也是脱开了，它是央美版画系的嘛，所以它也脱开了这个传统版画的一种思考所以呢它这个呢也是有了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影子在里面。然后在1986年行为艺术也出现了，而且不只是一个半个，而是大量的出现当然我们现在看来的话，有很多行为艺术呢也是看起来是很幼稚的，我们可以说因为有很多就像西方的街头艺术的那一种做行为艺术的人，就是有一个就是可能包着金色的这个衣服，然后脸也是涂成金色的，然后站在街上像一个雕塑一样一动不动的那在当时艺术家可能就认为这也是行为艺术，然后他们呢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可以现在可以做，然后呢他们也非常兴奋的去做那我这里呢举出比较重要的这个两个，一个呢是我们广州的南方艺术家沙龙里面出了很重要的人物，包括王杜后来去了法国在法国取得很大的这个知名度的王杜还有林依林、梁聚辉、陈少雄三个是大伟像的小组的成员，我们后面也会介绍到。然后呢就是宋永平、宋永红兄弟他们的这个实验剧场。然后1986年还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事情，就是厦门达达。厦门达达呢就把他们的作品画好的作品拿到了一个空地上面去把他们都烧了就这个中国的达达主义就在中国出现了这里我读一下王永平的
这个对于厦门达达，因为他是厦门达达的成员，可以说也是厦门达达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在当时所写的一个话，就是国内的现代艺术运动，包括青年艺术群体和展览，可以说是各式各样，非常丰富。现代派已经从瘟疫一样令人害怕，变成一种赶时髦的口头禅。尽管其中并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话可以留艺术史的杰作的出现，只有各种折中、夹生、粗糙，充满模仿痕迹。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使得艺术界的阵脚产生极大的混乱，同时造成了新一代人。这种混乱和参与制造混乱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一个明显的达达意味。在中国明确地提出达达精神的时代看来已经到来啊！这是黄永平啊，在这个中国美术报发表的这个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这个文章里面1986年写的啊。可以说呢，我们在当时可以说黄永平在当时啊，可以是说对所有的其他的啊艺术家的观察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而且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 sense， 所以使得他之后在世界成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在1987年出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作品，就是他的《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面搅拌了2分钟，然后呢变成一堆残渣，然后呢他在一个箱子上面写了这个作品，用中文写了这个作品的题目。这个作品为什么我说它非常重要呢？因为它被菲登，就是德国的最著名的艺术出版商菲登，作为了收集了进入了20世纪最重要的100个当代作一百个作品里面它是其中一个，所以呢它跟很多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艺术作品放在了一起，所以呢它可以说是一个西方看来非常伟大、非常具有概念突破性的一个这样的作品。然后1987年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顾雄老师、顾雄教授第一次在班夫加拿大的班夫阿尔伯塔省的这个班夫进行了他为期1年的这个驻地计划。我在这个重新整理的过程中呢据我这个不完全确定的这个发现，觉得顾雄老师的这个第一次有可能是所有当时的这些后来成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中最早在西方发表作品的这个时间，1987年因为其他的都婉约顾雄老师的这个时间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是指的是这一帮现在我们看来都成名的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这个世界认可的这个范围内，而不是说随便哪一个，因为以前的确还有很多中国的艺术家跑到西方来移民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做了一些展览，但是那些展览可能是中国人自己组织的一些展览，或者他们做的不是当代艺术跟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可能还有很多。但据我的资料收集，我是觉得顾雄老师应该是最早的。然后我们看到1988年蔡国强他应该是1987年出来的日本，然后1988年在日本做的第一个展览里面的这个作品，我们看到这个作品也是已经开始用这个火药进行在纸张上进行创作了非常前卫的这个做法，在1988年。然后艾薇薇在纽约1988年的时候也是做了他的个人的一个个展，但是据他的个人的这个资料整理看来呢，他很这个虚无的写了他从1983年到，因为他很早就出来了1983年就在纽约了，1983到1988这个阶段的话呢，他已经很活跃在这个艺术界里面，但是
找不到证据，我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他只是在他的自己的 CV 上写了很多83到88有很多我查了一下都是跟中国人有关的展览，而我能够确切觉得是可靠的这个是 Ethan Cohen 这个画廊在87年成立了，然后他在后来一直是在推动着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西方的这个展示展现，所以呢他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史里面是有很重的这一笔，然后他在1988年是为艾薇薇做了这个展览旧鞋和这个性爱这个展览。然后88年我们还看到张培丽的这个录像作品后来被追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录像艺术我们可以说这一年就诞生了这个录像艺术。这个作品跟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说到的这个黄山会议有很密切的联系，因为他是当时艾薇说不好意思说错，张培丽想做一个恶作剧想玩这个当时参加这个黄山会议的艺术家，他呢就做了这个录像，把玻璃都打碎了，然后重新把它连起来。这个录像的时间很长，然后很无聊，然后呢他希望呢把艺术家呢都骗到一个放映厅里面再播这个视频，然后呢把门给锁起来不让他们走。结果他这个恶作剧没搞成，因为很多艺术家看了3分钟就跑了所以呢他就没有做成，但这个事情却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说到这个黄山会议刚才说了黄山会议，然后呢还有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还有92的广州双年展也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三个事情黄山会议参加的艺术家我这里就不详细说了。然后89现代艺术大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名单这么多，基本上是集齐了当时最活跃的这一帮艺术家。在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大展上面，在黄山会议的时候，很多这个组织者都强调了不能做行为艺术，但是这个展览偏偏呢就做了很多行为艺术我们看到徐冰的天书在现代大展这里出来了，还有黄永平的，然后吴三专做了这个大生意的这个行为艺术，在这个美术馆里面卖对虾，然后顾雄老师也做了这个行为装置破网这个行为装置然后最出名的就是肖鲁的这个对话，就是他在这个现场拿了一把枪对着这个电话亭砰砰的打了两枪，就随着这两枪之后这个展览就马上就被关闭了可以说这个展览只是做了2个小时就被关闭掉了，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因为关闭而消失，而是变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那大家想了解这个事件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看左边的这个七宗罪温普林拍的这个纪录片，以及高明路写的这个前卫艺术大展的这个书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然后我把第一阶段的这个结束放在了92年的广州双年展，为什么放在这个92年的广州双年展上，而不是刚才的89艺术大展呢？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个补课阶段，中国的这个当代艺术家、现代艺术家，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个概念，而是都是说成是现代艺术，然后呢，他们呢就找各种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去纷纷的进行这个补课。那广州双年展这个双年展这个名字也是一个补课，当时也是只是知道有双年展，不知道双年展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做的这个广州双年展也是一个这个看起来像双年展的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大展所以呢我也把它归结到这个补课这个里面。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90年到02年，
在90年之前，89年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就是这个大地魔术师这个展览啊，蓬皮杜做的一个大展，里面出现了3个中国艺术家的身影：黄永平、顾德欣和杨杰昌。也正因为这个展览而有了后面的这个中国第一个在海外的展览，费大为策展的这个90年啊，献给昨天的中国明天，非常拗口的这个展览的名字啊，虽然只有6个当代艺术家，但在当时来说啊，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展览它也是那个啊蓬皮杜给的钱去做的，所以呢，从这个展览开始啊，中国当代艺术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然后在这之后，费大为呢做了啊另外一个展览，在日本非常火，好、啊、继续延续这个中国艺术家的这个持续发声。然后91年广州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小组，叫大尾象啊 ，Big Tail Elephant 大尾象小组。然后92年，吴三专在瑞典的美术馆里面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在杜尚的这个小便池里面啊撒了一泡尿啊，成为了他的一个作品啊，这个在当时也是很大的一个轰动啊，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呢92年呢还有一个啊北京开始艺术家聚集了，有了画家村，圆明园的这个画家村。然后呢92年的时候啊、他们圆明园的画家在这个小树林里面做了一个展览，也是在户外做展览。然后我们看到有崔健啊、也来了啊，然后岳敏君画的崔健的画。然后他们这个展览之后就把画给烧掉了。那在这之后就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很重要的这个四大天王的另外3个人：方力钧、岳敏君还有张小刚。那大家想了解这一段故事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看这3个影片：吴文光的《流浪北京》，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还有胡杰的圆明园的艺术家们。好，然后在93年的时候啊，戴汉志啊，德国人戴汉志他啊带了很多中国的艺术家在柏林啊举行了这个中国前卫艺术展，这个艺术展也是在西方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93年同年在年尾的时候啊，中国的艺术家第一次进入了威尼斯的双年展。然后95年的时候呢，这个现在我们都这个很熟悉的为无名山增高一尺这个行为艺术啊，在这个北京啊，这个12个人11个艺术家加一个摄影师啊，去把这个行为艺术给做了。当时主要是为了纪念这个圆明园艺术村啊的这个被逼迁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啊。然后96年还有卡通一代啊，卡通一代在当时也出现了啊。卡通一代可以说96年出现的时间跟村上龙出现的时间是前后没相差多久啊。村上龙他公布他的这个超频宣言也是在96年的时间。然后97年，黄永平啊，这个第一次在德国啊这个10年一度的明斯特雕塑展上面出现啊，他的大型的千手观音的作品。然后到了99年，威尼斯啊双年展是一个高峰，因为蔡国强在这一年拿到了这个威尼斯双年展的最高奖金狮奖啊。这个展览啊的重要的推手就是我们认识的郑胜天老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届从93、95、97到99的参加的这个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多。啊，然后在00年也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海双年展，这个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双年展，就是按照西方的这个双年体制啊进行的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上海双年展在之前也举办2届，这届是第3届。啊，前2届都是普通的美展，而实际上呢，到了第3年才是真正意义的这个双年展。他请的策展人就是侯汉儒。然后我把这一个阶段呢，这个结尾放在了广州三年展上。为什么放在广州三年展上呢？因为这个展览他们邀请了国外的这个专家，芝加哥大学的这个教授吴宏教授来为前面的这中国艺术的这个90年代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整理，
进行一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个梳理。我认为这个学术的梳理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可以说给这个艺术史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位，所以呢也把02年这个展览作为了这个阶段的结尾。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从01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下的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生态。那这个开始呢，我把它摆在了这个798艺术区的诞生这个时间点上，也是因为有了798，所以全世界的这个艺术家这个全国的这个艺术家就聚集在这个北京去寻找他们的机会。尤其我要强调的就是尤伦斯的出现呢，是提供了给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机会走到这个世界上。然后03年，中国的威尼斯双年展首次出现了这个中国馆。但是这个事情非常可惜，大家知道03年就是 SARS 爆发的时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于的这样的状态下。当时威尼斯也是，虽然他们同意了建中国馆，但是呢也拒绝了中国的艺术家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所以这届的双年展非常讽刺的是在广东美术馆里面举办的这个中国馆我当年也去看了这个展览，作为学生的时候去看这个展览。然后侯汉儒在03年开始也是通过这个威尼斯双年展，把广东快车一帮广东的艺术家推向了这个世界，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伟像还有后来的段建宇这些艺术家，还有曹斐他们我们所看到的01、03、05这三届，我列了这三届的这个参与的艺术家，特别是03这一届那个人数众多。那这个阶段的话，后面的话我就不好讲这个历史事件，因为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实在太多了，我没办法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可能这个也非常的长，所以呢在后面我只是介绍这时期冒起的可以说是 iconic 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家当然这个选择的话呢是我自己的一个相对主观的一个筛选的，因为能够摆出来的艺术家并不多比如说像陈建仁可能起来的时间会稍微更厚一点，但因为他的年龄是这里面最大的60年出生的，所以呢我把他放在了第一个台湾的陈建仁，他主要是做录像艺术、录像装置艺术的，他的这个影像是非常精致和也是非常非常具有那个历史感的。然后还有宋东宋东2011年我们看到在温哥华美术馆做的这个物尽其用这个展览然后还有他在卡塞尔文献展他的高峰就是13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时候在这个德国出现引起了轰动。然后其实更早出来的是郑国谷他在其实在90年代末就已经出来了已经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我的意思出来不是出到外国，只是就是到外国做展览他的作品我用就是丧文化这个概念去概括。丧其实不是说那个死亡的那个丧，在广东话里面就是说很疯癫的意思，他的作品就是非常疯癫非常破格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是受到了西方的这个强烈的关注。然后我们看到广州的也是段建宇，这个我们所说的坏话之母，就是不是说人坏话的那个坏话，而且是坏的画，就是画的画看起来好像是画坏了一样我们所说的他画的没有技术，感觉好像很幼稚很不靠谱这样的，其实他是特意这样做的。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很有这种乡村土味在里面，因为他原籍是河南。然后还有杨福东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个录像艺术家这个录像他的录像也是很有这种装置感的，很有这个历史感的竹林七贤。然后这个新生的一代70尾80初的这些艺术家，包括徐正在上海的也是最近非常火的艺术家，他做的这个徐正超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非常好玩他的里面买的东西好像平时超市买的东西一样，但是里面都是空的，只有一个包装。
然后就是曹斐。曹斐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一代人里面就是茂盛的最快，已经是上到可以说是世界顶级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艺术家曹斐。然后还有张欧，张欧在这个零几年到2010年之间是冒起的很快的啊，他在温哥华美术馆的 Offside 也做过一个自己的一个个展此一点的话呢，他也会在我的空间里面做展览。然后还有香港的白双全，也是我很喜欢的，也是维他命空间他们的支持的这个艺术家那这个阶段的话呢，我总结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从2003年起，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开始暴涨中国的这个艺术可以说从价钱上跟国际接轨了。然后第二个呢，中心化，北京成为了驱动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火车头。那这个北京可以说全国的这些艺术家都往北京去涌，长期驻扎在北京的艺术家可以说有几十万人，比起好像我生活的广州来说，常年也只有几百人，这个真的是这个落差很大的。但是呢要补充一点，就是说虽然北京是这个驱动中国当代艺术的火车头，但实际上这个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在上海。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体制化，这个美术学院还有各大这个综合大学成立的这个艺术系艺术院学院跟美协不停的在吸收这个艺术家进入这个体制。那中国的这个艺术家的体制化，就是进入这个体制化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体制化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体制它是有条件的，而不像这边你可能在西方是一个教授，然后你还在骂这个西方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艺术很反叛怎么样。但是在中国你要进入一个体制，这个是有条件的，前提你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说不能做，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所以呢，这个进入体制它是有这个 positive， 对于艺术家来说它有好的地方，也有这个不好的一方面我还有没有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是吗？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推荐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就是80、90这些艺术家包括香港的杨家辉最近茂盛的非常厉害的，然后还有林志鹏223做摄影的详细的我就不讲了然后还有邓瑜邓瑜他的画，然后呢他的最近也是K11在做他的这个展览，所以呢他也是茂盛的很厉害，他从这个平面已经是发展到做这种巨大的这种装置。然后黄一山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个艺术家他在这个上面只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平面的作品，但实际我们看到最右边他的这个作品的局部，它其实是浮雕来的，很薄很薄的浮雕，他的作品非常精致，而且他跟这个西方的这个当代艺术是有结合的，有连接的地方然后84年出生的这个陆洋的他的主要是做这种装置动画结合在一起的，他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就是不落地然后陈飞现在是被那个背后灯画廊给签了，就是把村上龙给这个捧红的这个画廊他在做他的作品也画硬边的画家。然后陈天卓呢是这个长征空间在做他的，最近大家看到2015年就已经进了这个巴黎东京宫做展览叫非常厉害的这个年轻艺术家，他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很像这个美国的马修巴尼就他的作品就很那种风格这种艳俗表演行为艺术。然后宋踏是维他命做还有北京公社主要是他的作品也是非常好玩，都是行为的这个作品具体的这个
我以后也会做更具体的介绍，他的作品非常好玩，他的行为啊，然后还有何立孝，何立孝之前我在已经做过他的展览，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呢，可以就是来我的空间里看他的作品啊，然后还有葛雨露啊，葛雨露是前几年才毕业的，在央美毕业，他的央美的毕业作品就是把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了这个鹿的名字啊，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啊一炮而红。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他那一年做的作品就是拿了一个脚手架，然后爬上脚手架上跟那个摄像头对视，直到人家那个监视的人发现，然后把他给抓了，非常非常这个反建制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啊。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那非常感谢 Steven 独特的见解，我真的是时间太短，然后有些人都听得还不够，觉得说还不过瘾这样子哦。那我们现在因为有非常多的疑问，我们开放 Q&A 的时间，那主要呢提几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呢是中国当代艺术主要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能否能讲一下温哥华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接受度？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是什么？是否认为只有西方化和现代化才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方向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大，不好这个说啊，因为你要首先要界定什么是传统绘画这一块，就是我知道在很多来到这边的艺术家，他们很希望能够所谓坚持这种中国传统的东西，因为中国传统东西是他的这个从小到大这个有这个情感连接在里面。但是我觉得首先要表明的一点就是说，你的东西怎么样拿出来让别人认可，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好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像朱德群，像赵无极，哇，他们是大半辈子啊，就是画了五六十年，到最后你看，赵无极五六十年代就活跃了，然后实际上他到了九十年代才被法国完全认可，成为了法兰西院士。那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且呢，他们这个已经是所谓的东方意象，已经为西方很接受了啊，但他们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的。你怎么样去塑造自己，让自己你自己的过去被现在这里的西方的人认同，这个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的，而不只是说我就坚持传统，我就画我的。如果你是这样子而不求这个名气的话，你当然可以我就不停画，不管别人。但是如果你要求名气，你要求别人认同的话呢，你是必须要做出很多解释，然后你跟这个当代这个环境产生了什么样的关联，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OK， 谢谢。那下一题是，请问一下 Steven 怎么看中国体制化艺术体系和艺术市场的关系？哦，这个也是很大的话题，这个我也不好讲了。这个体制的话是吧？就是历史题材式的这种，就是中国大陆专门用于这种体制宣传的话是吧？这种话看你怎么用了。说的更白一点，如果你是拿来通关用的，在国内拿来通关用的，它在目前还是有效的。虽然现在这个去泡沫化去了很厉害，但还是有用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人还在从事，还是在反正这个体制，只要这个体制存在，它就有它的利用价值在。这种呢就是说你想拿来用还是能用的，但只要某一天它失效了，它就失效了，它就会在这个历史里面就完完全全就消失掉了。啊，这个跟以前西方一样的。OK， 好，希望这一题没那么难。请问一下，Steven 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在当前温哥华的艺术环境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哇，怎么都是这么大的题目？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温哥华下的这个机遇与挑战，
我觉得温哥华的机遇与挑战没有国内的那个夸张，虽然国内是我们熟悉的环境，但是其实国内一方面艺术家多，而且不是多，而是太多，这抢的都那种就是都抢的不行了。你说你现在在国内你要成名，你要像好像80年代这个当代艺术发生的那样子的状况，我只要是做的够狠、够疯狂、够出格，就能出名。基本上这一招已经是不行了，啊！你要达到以前啊前人的这些大师的效果的话，你必须要跟这个世界接轨，你的艺术语言必须是国际化的啊，是别人可认可的。除了认可你这个中国人的身份以外，你还认可你的这个艺术的态度，对啊艺术跟这个世界的连接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的。你只有这样的格局，你才能够取得成功，无论在哪里，无论在温哥华还是在纽约还是在巴黎还是在中国。啊，我觉得都一样的，全球化已经是把这个拉平了，不会因为说你是中国人啊，你在西方没有根啊，你就不行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这样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已经不是最重要的。OK， 那谢谢 Steven。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 Diana 有一个问题想要提问。OK。好的，好的，谢谢 Steven。我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可以。我想问你，我也看到在那个 Q&A 啊，就是你说了很多就是你介绍很多艺术家，大部分的就是男人。那你在中国，我知道有很多女人的艺术家，那你可以推荐一些吗？还是你觉得或者其实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看到一个人是问。可以推荐一些女人的艺术家。是说，像你觉得女人的艺术家的，就是她的机会跟男人一样吗？在中国？OK, I understand. 首先呢，就是我首先道一个歉呢，就是刚才我推荐的那些艺术家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女性艺术家，只不过她的名字看起来不像女性，比如说像段建宇、曹飞啊，这些张欧啊，张欧啊，然后还有哪些？我怎么退后？有很多都是女性艺术家，包括陆阳。也是啊，邓宇也是啊，女性艺术家其实还蛮多的啊，包括前面的啊，张欧、曹斐啊、段建宇啊，这些都是女性的艺术家啊。前面的那个就稍微的少一点，就是在前面的，就是80、90年代那一 part 的话呢，就是会少一点。但其实现在的新兴的女性艺术家是特别多了，而且我们发现在国内。因为是学制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这个文科嘛，文科啊，就是这些文理文科艺术类的这些，是学生的时候已经是女生比男生要多了，所以现在的女性艺术家是多得不得了的事情。但中国的就是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男女性艺术家的地位问题，我觉得。它是两个极端，就是老一辈的艺术家，他的这个还是有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差别在里面，就男性跟女性。但在中国，就是年轻的这些艺术家里面，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我觉得，当然就是中国的女性艺术家，她没有像西方的女性艺术家。那样子这么强调这个女性身份或者是女权主义这个状态啊，它更多的就是我就是在表达自己表达啊我自己的艺术这样子啊。嗯，好的，啊，了解。那谢谢 Steven，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真的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一一的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哦。希望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之后我们可以直接跟 Steven 联络，或者是寄到美术馆的信箱来，那我们也可以帮你转达给 Steven 哦。嗯，对，谢谢，非常感谢 Steven 你内容丰富的演讲。在这我要谢谢我的同事 Lynn 和其他的辛苦的同事们，在忙于为我们在6月15日重新开放做准备。温哥华美术馆热诚地欢迎你回来，我们将会有全面的安全措施，保持身体距离。
切零截取的参观方式，让你可以安心的观看艺术品。你也可以在温哥华美术馆的网站上了解我们的安全措施，并购买定时参观门票哦。那请可以到 vanartgallery.bc.ca。那在网站上，你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讯息，包括展览啊、线上讲座、家庭艺术活动和亚洲馆项目等等。这些的计划需要美术馆同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专业知识，但如果没有你的支持，这些都不可能发现。加入会员、续约会员，或是任何状况，都能使我们能够自需策划像艺术商联这样有意义的项目。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如何支持美术馆或预定参观时间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vanartgallery.bc.ca。那这谢谢哦，谢谢 Steven，知道我们下次见，祝大家待在家里平安健康，然后保持创意哦。OK，下一次见，谢谢，谢谢大家，拜 拜，谢谢大家。好。